成功喺度买到楼嘅话，我哋会称之为上车。如果啱啱都上到车，不过呢一架系一架高速冲紧落山嘅车。我同绝大部分嘅香港人一样，希望毕业、揾工、储钱、买楼、结婚。行住呢条不断爬升嘅人生轨迹，但系而家我偏偏就跌落人生最绝望嘅谷底。故事開始講起。What's two?